家好，我是亚洲经济新闻的主持人朴兆金。下面请让我们关注一下今天主要的娱乐报道。MIS A 的成员秀智就五月份去美国，为什么呢？大家一起看看吧。运动品牌 MLB 方面表示，5月27日 LA 道奇队将对战辛辛那提，当天 MIS A 的成员秀智将亲自试球。据悉，现在效力于 LA 道奇队的韩国棒球选手刘显镇曾经表示，希望秀智来试球。而身为 MLB 代言人的秀智也曾在广告中为刘显镇和 LA 道奇队加油打气。秀智加油，吕彦金也加油吧。好，那今天的亚洲经济娱乐报道到这里，大家明天见。